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二，我和儿子，我和儿子。三，开车，开车。四，吃米饭，吃米饭。五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今天天气很冷，今天天气很冷。7，现在是10点10分，现在是10点10分。8，他后面有几个人？他后面有几个人？9，我今年12岁了。我今年12岁了。
十。他下个月去中国。他下个月去中国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你看见我的小猫了吗？在那儿，在椅子上。十一，你看见我的小猫了吗？在那儿，在椅子上。十二，我们中午去买好吗？你看，我没钱了。十二，我们中午去买好吗？你看，我没钱了。十三，你住在哪儿？我和妈妈都住在102。十三，你住在哪儿？我和妈妈都住在102。十四，这个汉字怎么读？对不起，我不会。十四，这个汉字怎么读？对不起，我不会。十五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十五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再见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
第十六题。十六，我的电脑在他的桌子上。那是谁的电脑？十六，我的电脑在他的桌子上。那是谁的电脑？十七，今天星期四，我们明天去看电影。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十七，今天星期四，我们明天去看电影。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？十八，他是老师，他有五十个学生。他有多少个学生？十八，他是老师，他有五十个学生。他有多少个学生？十九，小姐，你好，你这儿有杯子吗？他想买什么？十九，小姐，你好，你这儿有杯子吗？他想买什么？二十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很漂亮。朋友怎么样？二十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很漂亮。朋友怎么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